公元前142年四月，雁门关外，远方的山谷之中，一队匈奴骑兵呼啸而来。雁门郡太守王靖立即组织守军迎战。雁门关外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史书中记述了这次战斗的经过。四月，匈奴入雁门郡，杀掠利民，雁门郡太守冯靖战死。冯靖不是中原王朝长城防线上第一位战死的将军，也不是最后一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碰撞与融合，是欧亚大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旋律。这样的故事，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中国重复上演了2700余年。这是延续了2700多年的关于生存的故事。长城是这个故事的舞台。历史上，长城曾经阻挡了游牧民南下的马蹄，也曾经在战火和岁月中支离破碎。它一次次坍塌，又一次次重新屹立。长城是创造还是耗费？是祖先的功绩还是历史的必然？是保守封闭的象征还是开放进取的丰碑？如果没有长城，我们将会怎样？陕西周原，中国最古老的农耕地区，农田之下埋藏着一个王朝消失的历史。公元前771年，一支叫犬戎的军队攻进了西周都城镐京，周幽王在骊山脚下被杀，镐京被洗劫一空，西周王朝灭亡。西周的灭亡并非孤立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亚欧大陆上许多古老的农业文明都在来自草原地带的游牧民的冲击中毁灭。在早于周人2000多年的非洲尼罗河畔，巨大的金字塔拔地而起，显示着农耕文明的巨大力量。公元前800年，西周灭亡前夕，古埃及文明被来自游牧民的第二亚述帝国征服。文明的演进并不总是朝着更繁荣、更井然有序的方向前进。如果一个文明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就会被更暴力的力量摧毁。在周代，一种比戎狄更强大的力量正在中国北方的广阔草原上萌发。那是南方的农耕民无法想象的一片无比辽阔的天地。整个欧亚大陆从多瑙河下游经过东欧平原、中亚丘陵
和蒙古高原，直到中国东北大兴安岭，东西横跨110个经度，长度超过2万千米。在北纬40度至北纬55度的广阔地域里，分布着各种游牧人群。这是一条非常长的欧亚草原带，在整个这一条草原带上，都有各种不一样的游牧人。这个游牧人也都要跟他南面的这个农业定居人口发生交换的关系，当然也包括发生战争的关系。在中国北方，隔着一条看不见的400毫米等降水线，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各自发展，两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长达几千年的冲突与融合。这不仅塑造了中国，也塑造了当今世界文明的格局。不同的环境下生成的造成的不同的生业形态，不同生业生态造成的不同的民族和民族之间不断的征战和融合，从大概5000年前后一直到后来夏商周这个阶段，一直在不断的交替产生，这是一个主旋律。农耕文明在戎狄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周平王迁都洛邑，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一个与金字塔相媲美的伟大建筑开始孕育。长城在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中兴起。在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的时代，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都需要向外扩展土地。燕国地处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与北方的东胡和山戎部落纷争不断。公元前300多年的一天，在燕国北方的草原上，一群东胡人正赶着马群向燕国行进。马队中有一个叫秦开的年轻人。秦开是燕国贵族，他作为人质在东胡人的部落已经生活了2年。当秦开跟随这些贩马的东胡人来到燕国边境一带，他决定逃归燕国。回到燕国后，秦开得到了燕昭王重用。公元前300年前后，秦开统帅军队向东胡人发起进攻。秦开击败东胡，辟地千里，将燕国的疆域扩展到今内蒙古东南和辽东半岛。此后，燕国修建了一条从今天的张家口直到辽阳以东的长城防线，以保护新占领的土地，后世称为燕北长城。战国时代，北方的中原诸侯国秦、赵、燕都向农牧交错地带拓展土地，将农牧交错地带发展成为农耕区域，先后修筑起防御游牧民的北方长城。战国中后期修建的长城，也有一部分是诸侯国之间相互防御的，但它主要的还是与游牧地区相邻的秦国、赵国和燕国修建在农牧交错地带来规范农牧之间秩序的长城。公元前221年，秦国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建立起中原王朝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同时也建立起农耕政权对游牧政权的力量优势。到公元前210年，秦朝的全国总人口约3000万，
据估计，这一年全世界人口有2亿，秦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5%。而当时秦帝国的宿敌匈奴总人口大约在150万左右。草原虽大，却养活不了更多的人口。游牧经济是一种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低的生产方式。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20亩地才能养一头羊，至少要300到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5口人的牧民家庭。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到8000亩草场才能维持生计。而在中国农业的精华地区，5亩地便能养活一个5口之家。农业生产有它的优势，它能够提供稳定的食物，而且养活更多的人口。那么这样呢，就农业的部落就越来越强大，游牧的部落呢就显示他们历史。所以呢，到后来一部分游牧转化为农业了，还有一部分呢就往北迁了，迁到了草原上了。匈奴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拥有中原王朝缺少的秘密武器——骑兵。马被用于战争，改变了人类战争的面貌。游牧民是天生的骑士，马背上的弓箭手。马赋予游牧骑兵迅疾的攻击速度和冲击力，灵活的战术机动性。这对于定居民族具有极大优势。在热兵器被广泛应用于战争之前，游牧骑兵纵横欧亚草原达13个世纪之久。但在秦帝国的时代，游牧骑兵被阻挡在万里长城之下。这秦的长城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明代是另一说了，最有军事价值的长城，它真能管用。居高临下虎视的北方，你来试试，你进不来。在冷兵器时代，长城被证明对于阻挡游牧骑兵十分有效。这种防御工事在后世不断被沿用。自秦帝国开始，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分界线，也成为此后中原农耕民的一条生命线。在秦长城的阻挡下，游牧部落被迫向更加寒冷荒凉的北方迁移，那里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为了更好的生存，在此后的2000年中，他们不断向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地带发起冲击。公元前2000年，汉高祖刘邦接到密报，他派往帝国北部雁门郡防御匈奴的韩王信正在与匈奴密谋，准备联合起来进攻太原。刘邦决定率领30万大军御驾亲征。这一年，距匈奴人被蒙恬击败逃到阴山以北不过20年的时间。此时的汉帝国刚刚立国1年，对于击败匈奴，刘邦充满了自信。
公元前209年，在秦始皇死去的前一年，北方的匈奴发生了一件大事。默读单于杀父自立，成为匈奴新的领袖。秦末中原大乱，秦帝国的长城防线被废弃，匈奴趁机越过秦长城，重新占据漠南与河套。在默读单于的统治下，匈奴已经成为控制整个欧亚大陆东北部的草原帝国。北方草原一旦统一起来之后，它一下子变得极其强大，在军事上几乎是不可战胜。而它统一起来之后，它的对资源的需求量特别大，对资源的要求也特别，那个欲望也特别大，所以这种冲突会特别激烈。大同位于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自春秋战国至明末，这里是农耕民与游牧民冲突最激烈的地带，也是历代中原王朝修建长城防线的重点区域。刘邦轻敌冒进，在大同附近的白登山，默读单于指挥40万骑兵把刘邦重重包围。但是到了第七天，默读主动解开包围圈一角，让刘邦和汉军在大雾中逃走了。默读并不想杀掉刘邦，而是逼迫刘邦和谈。草原上物资匮乏，游牧民必须依赖和农耕民的物资交换才能维持生存。粮食、茶叶、丝织品和铁器都是游牧民必须的生存物资。通过军事胁迫得到汉朝的物资供应，更符合默读的利益。他不是以攻城略地、占据这块地方或者灭掉这汉家政权为目的的，他确确实实是为了财富，为了掠取更多的他需要的东西。在此后的历史中，暴力掠夺和军事勒索交替出现，几乎成为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17世纪草原游牧民与南方农耕民之间关系的固定模式。从公元前192年至公元前135年，汉匈之间和亲协议的修订不少于9次，每一次修改协定，汉朝都付出了更高的物质代价。双方约定以长城为界，但是长城一线的烽火并未停息。从公元前165年起，史书中对匈奴进犯的记载连绵不绝。汉朝北方边郡经常有郡守、都尉等高级官员被杀，被匈奴杀死和掠走的汉朝民众有数十万人。他们南下不光是就是我们想象的千军万马的南下，他们的掠夺形态可以是随时的，小股的、随机的。土地是农耕民的世界，四季轮转，春种秋收，农耕民需要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安全环境来完成这一个人与自然共同造就的循环。一场战争、一次抢掠对农民都是一场噩梦，可以毁灭一个家庭、摧毁一个村庄，甚至也可以毁掉农耕政权的统治基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你种地的权利并不大于游牧的权利。当他要饿死的时候，当他遭到天灾牲畜的饿死，他要生存，他就肯定会想很多办法。
你可以指在道义上指责他你是侵略，但是他要活下来的这个文明的动能你是阻挡不了的。因此呢，你当你使尽了天下所有的文明尺度，就是道德尺度去指责他不正确的时候，你仍然挡不住他的铁骑。公元前1333年，汉帝国都城长安的朝堂上，关于对匈奴的战与和，御史大夫韩安国与大行令王辉展开了激烈辩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被约，不如务许兴兵击之。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至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汉武帝刘彻站在了主战派一边。汉武帝时期人口达到3200万，首都长安周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国家的常备军规模达到60万之众。而在260万平方公里的草原地带，匈奴仅有200万人口，汉朝重新占据了优势。那可有的那个黄河，哎呦呦，哎，北征上打个营山，八百里的那个侯大头哟，哎。河套地区古称河南地，秦汉时代这里水草丰美，沃野千里，宜农宜牧，是匈奴重要的冬季牧场。匈奴占据河套，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长安外围，对汉朝威胁极大。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从云中郡出击，夺取了匈奴占据的河套地区。卫青夺取河套，汉武帝在此设立朔方郡、五原郡。河南之战后，汉朝恢复了秦代的阴山长城防线，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平原的威胁。打河套这一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河套往南来就是陕北呀，正对着这个长安呢。南下一直一下来就到了太原是经常的事儿。你看现在我们说太原已经比较偏南了，可在当时来讲，河套这一带都他占着的，所以得往南走，再走走个太原也很近。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要把这个马队拦住了，恐怕对于中原王朝来讲最有效的就是拉起一道墙来，你过不来。阳关位于今天甘肃敦煌西北约70千米，这里曾是汉代河西长城的一部分。公元前121年春天，汉武帝派霍去病出征，发起夺取河西走廊的战役。这一年霍去病20岁。霍去病出身王室，善骑射，精武功，是一名勇敢果断聪明的年轻人。他17岁时跟随舅父卫青出征匈奴，因勇冠三军，被封为冠军侯。
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战略通道，这里不仅拥有优良的草场，也适合发展农业，是匈奴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霍去病在一年之内两次远征河西走廊，连续扫荡了五个匈奴王的主地，夺取了战略要地河西走廊。河西之战后，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把河西走廊纳入农耕区域，并修建河西长城加以保护。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河西长城不断增筑和完善，烽燧亭障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新疆境内。长城呢，是保证了河西走廊这个对西域地区交通安全。匈奴接连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套，失去了重要的粮食基地河西走廊，失去了阴山南北的广阔牧场，他们的生存变得愈发艰难。匈奴在一首民歌中哀婉地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家父无颜色。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征调了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带领，分东西两路向退守到漠北的匈奴发起攻击。为了给前线军队提供补给，有近20万的辎重部队和民夫随军出征。这是汉匈之间最后的一次决战，汉军击溃了匈奴主力，从此匈奴远遁，漠南吴王庭。漠北决战之后，汉朝逐步修缮启用从阴山至辽东的秦长城，后来又在阴山以北的荒漠上建造了汉外长城，把河套地区和河西地区置于双层长城防线之内。到公元前49年，经过近80年的时间，东起朝鲜青川江北岸，中经阴山和河西走廊，西达新疆柯尔克孜州境内的乌恰县，东西10000多千米的汉长城基本建成。西汉成为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在汉长城完善之后，匈奴和汉朝在长城一带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由于长城防线的隔离，战争的强度大大降低了。从后世的历史看，正是汉武帝以举国之力反击匈奴，使得长城这道中原农耕民的生命线又坚守了300多年。汉武帝在西汉初期对于匈奴的战争决定了中原王朝定居民族的这个命运，它使我们这个生存线向南迁移推迟了将近300多年。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在那场战争当中中原定居民族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存线要大幅度的向南移，移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今天是难以推测的。当然在历史上它是发生过，比如说到了大宋的时候，独石口
位于今天的河北张家口境内。自古以来，这里是出塞的一条要道，也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南下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五代后期，幽州人胡乔被契丹人掳走，经过居庸关，被押送往北方草原。行经都市口时，押送他们的契丹士兵对胡乔等人说：“此次相邻也，可以难忘，而为永诀。”过了此相岭，就和中原永别了。胡乔等人对着长城以南家乡的方向拜倒在地，与亲人故土做最后的告别。此时的都市口已经落入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大辽手中，失去了长城的庇护，长城沿线的汉人百姓时刻处于朝不保夕的命运之中。丧失了幽云十六州地带的长城防线，自幽州向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中原王朝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草原的巨大压力。北京城内，西直门外高梁河，曾经的幽州已成为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公元979年7月初6的高梁河畔，一场大战在宋辽之间爆发。残酷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天，这是宋朝皇帝赵光义为夺取幽州、恢复中原王朝古老的长城防线拼死一搏。在辽军的重装骑兵攻击下，宋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是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第一次夺取长城的努力，也是最后的一次。那是中原定居文明的最后一次努力，就是对于失去的生存线是切肤之痛，骨鲠在喉。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文化的繁荣时代，人口总量首次突破1亿，而同时期的辽国人口最多时只有900万人。然而失去了长城生命线，在与辽金的对峙中，富裕的北宋王朝在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两次遭遇亡国之灾。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晋中衰病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国重坚。公元1186年，当南宋诗人陆游写成这首诗的时候已经62岁。这一年，北宋被金灭亡已经过去了59年。退缩到长江流域的南宋，只能在临安的暖风中北望中原，遥想长城。中原王朝再次控制长城一线，要等到400年以后的明朝。在明太祖朱元璋攻占北京之后，就开始着手恢复中原王朝的长城防线。此时，历代遗留下来的长城早已破败不堪。我就把我的这样一个基本盘得控制住就好了，就是说把农业地区控制好就好了。那么在这个华北的农业区的
外边，就漠南草原这一块呢，我设立长城防线，从而呢保证我的基本盘不受影响。在朱棣取得地位之后，定都北京，中原王朝的首都第一次选在了长城沿线的战争前沿。与朱元璋的防御性策略不同，朱棣选择了军事进攻。1424年8月12日，在第五次北伐蒙古的回师路上，朱棣病死在多伦之北的榆木川。战争掏空了国库，累死了皇帝。然而，只要茫茫的大草原还在，就会有游牧经济的生存方式，就会有农耕与游牧对生存资源的竞争。从战国时代的匈奴开始，北方草原上先后兴起了大大小小20几个游牧和渔猎民族。军事征伐的一时胜利，并不能解决这个永生不绝的矛盾。北方民族不断的南下侵扰，是他生存的需要。他除了马牛羊以外，他也得需要点别的东西啊。那么这种需要他没有的时候，就来抢，来交换，交换不成，那我。就是一个明朝不断的去进攻，那么土木这边发生以后呢，其实明朝呢就是整个的采取了这样一种战略上的一种守势，整个的这样一种长城的修建，其实都是在这个战略守势之下，然后开始这个东西铺开。陕西榆林，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古城，一座因长城而兴起的古城。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陕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1471年，明朝成化年间，于子俊被派往陕北榆林，任延绥巡抚都御史。这一年，他41岁。于子俊发现，原来那些点状的防御据点，无法阻止游牧人的劫掠。他向朝廷建议修筑边墙，完善长城防御体系。但于子俊的建议遭到主战派官员的反对，皇帝也因为经费问题犹豫不决。第二年，于子俊再次上书，他在奏折中详细算了一笔账。
若征讨蒙古，以80,000兵马计，每年需军费白银976万两，而修建长城1770里，只需白银122万两。若不用民工，改用40,000军人修建，费用还可以大大节省。于子俊的奏折在2年后被批准。1474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于子俊主持修成了高9米、长500多千米的延绥镇边墙，与数十座城堡、1000多座烽火台相结合，形成了坚固的长城防御体系。1482年，延绥镇长城经历了蒙古人一次大规模进攻的考验，证明了它的功效。河套的鞑靼部落20多年不敢进犯，榆林成为边防重镇。那么后来呢，包括甘肃、宁夏也都模仿延绥，也就是榆林这个地方修长城，而且那个在东边呢，像大同、宣府、辽东也都是模仿西部这个地方，也开始大规模修长城，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整体的长城边疆的布局。在此后的100多年间，明朝的边防危机此起彼伏，长城随之不断扩建，巨大的生存压力把明王朝推向一个长城营建的历史巅峰。明长城的长度达到惊人的8851.8千米。在拱卫京师的燕山山脉之中，明长城的修建技艺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坚强高垒成为后世所建的长城的代表之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建长城的高潮。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中原以农业民族建立中原王朝跟北方的牧野民族并存对峙的这样的需求，所以才这个长城的一代代延续，一代代重修，并且在明朝达到高峰。高耸的边墙依然坚固，但明王朝已经从内部崩溃。公元1644年3月18日，出身明军一族的李自成带领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朝灭亡。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犹豫之后，最终打开了山海关城门，向清军投降。清军越过山海关长城，入主中原。在长城历经2000多年的修建与守望中，长城的失效往往不是来自于对手的攻击，而是源于他所依存的王朝的没落与腐朽。长城外的游牧力量快马如梭，正是乘着王朝腐朽的历史之风越关穿卡，给予中原王朝最后的一击。2000多年来，在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带上，战争与和平交替往复，农耕与游牧共生共存。长城因战争和冲突而兴起，也是消除战争、维护和平的手段。正是因为长城的阻隔、管控和防御，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利益达到了一种长期稳定的平衡。它不是单向，它是双向，它保护了长城这条线两边的民生。像这样一个农牧交错的地带，人们的生业形态是可以改变的，民族之间是可以融合的，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2000多年后，历史的硝烟散尽，长城沿线上那些曾经的军堡、关城与要塞
许多都已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成为农耕民与游牧民生存的共同家园。岁月如梭，墙依然是墙，城依然是城，砖石依然是砖石，矗立依然在矗立。后人仰望之情，不会因为岁月而稀淡，而是变得更为雄浑和真诚。那是跨时代的工程，那是亿万子民和君王勤劳忍耐节俭塑造的伟大边墙，那是农耕文明为生存而迸发出的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是悲壮，也是昂扬；它是消耗，也是创造。今天依然屹立的长城，是超越于一代又一代生命的历史见证。它活着，以它的叙述和情怀，教导无数今人和后人。它的雄浑，它的蜿蜒，它的意志，它的情怀，永生不绝。